爸爸做好吃的给你吃哈。嗯，有点咳嗽。文姑姑也从广东回来了，在过期呢，帮我回来给爷爷过生日了。今天做个辣子鸡，先打一下。这猪血丸子好好吃，好多啊，这一碗。糯米粉。鸡出锅喽！现在饭已经做好了，我们今天在外面吃，太爽了。你们，哎呀，怎么没开？哇，一样不错，一样。哎呀，喂！哎我。酒杯。酒杯。明天就是爷爷生日了，今天像姑姑啊、弟弟妹妹他们都回来了，这也是爷爷过世后的过的第一个生日，所以一般按照我们这里来说的话。就一般子女啊，像都会回来，反正就家里再也不会有这个人了。但是我感觉虽然爷爷过世了，但一直陪在我们身边，看着我们在成长。特别是小七月，小七月一长到太爷爷，他就会拜。小七月，太爷爷呢？怎么拜太爷爷的？怎么拜的？啊，要不要拜？我明天拜太爷爷好不好？其实他这么小都知道，问他太爷在哪里，他就会指着天上，然后就拜，我说拜，他就会拜。今天我要早点睡觉了，明天一早去买菜，明天还是我掌厨，然后明天吃完饭又得出门一趟，出趟长沙。好了，拜拜，来小雀拜拜，拜拜，你怎么现在不理人呢？好，睡觉了。